随缘开示。阿弥陀佛，我们一心感恩，唯心圣教教主王禅老祖，感恩南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帝，感恩台湾祖师，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药师金母，感恩阿弥陀佛，感恩济公古佛，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神龙大帝，感恩药师金母，感恩诸天圣神佛菩萨，我们大家合掌，虔诚心行一拜礼，一拜。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天应岁次己亥年。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天赐福；四月四号，金钟祥，见和平；五月五，正气开；六月六，见和平；七月七，灵归心；八月八，八卦心，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和平，世界和平灯塔在台湾，世界和平的真实意，就是我们要以心会友，以心会佛，以心会主灵，以心来会中华民族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而以法来会佛、会菩萨、会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共祈天下太平，共转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的法仪。每个月三堂的法会，由唯心圣教义经大学所有的唯心贤士，即唯心圣教幻变学院，由严宗院长所带领的唯心弟子们深刻意供养唯心圣教三十一经，一阶段性的
时间空间，香花情香花影，来回向，来供养，表达地球啊，五大洲，十方法界三界万灵，诸佛菩萨们，在台湾的大爱，在台湾修行，修心养性。啊，王禅老祖大慈大悲所领的天命，带领着维新贤士同修们，大家本着慈悲喜舍的心，来供养经宝，供养香花果串，供养斋食，共同来祈祷地球、世界、五大洲各国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灾永息、天温永息。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今日今时，仍然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的本愿，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尤其台湾在地球上的五大洲，汪洋中的法船载道，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的慈悲道驾慈航，台湾祖师的慈悲阿弥陀佛的道驾慈航，观世音菩萨慈悲的牵引，诸天圣神、列位祖师、诸佛菩萨共转世界和平法轮，在台湾树立一盏世界和平灯塔。我们维新弟子除了感恩以外，还是感恩再感恩，台湾的平安是世界和平的希望，台湾的经济安定是世界和平一块上圣的至宝华宝，在台湾。然后在台湾万教齐发，都在修行，所以诸佛菩萨从三十三天啊，无极无尽虚空，诸佛菩萨光降台湾来关心，来守护着台湾，守护着地球。啊，诸天圣神佛菩萨才有机会来世间修行，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所领的天命，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8月8这一堂法会，
我们公诉了台湾一万年中长青护魔棒有维新弟子花心共同来祈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十方法界三界万年啊，皆得万年归心当下八八八卦心祈愿王禅老祖即诸佛菩萨加持三界万年名扬两界的心圣心佛心道心融为一炉啊，护魔棒将在九月九日在维新圣教八卦天心庙莲台前南天门它的右边金钟丝线吊金钟啊，树立的九龙柱万灵归心啊，一并供养给列祖列宗诸祖灵啊，也在维新圣教总坛龙南深坛三天法会来供养万年归心年归希望极乐佛净土年归瑶池金母的胸怀之中了脱生死见性成佛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啊，中华三族儿女名扬两界远离一切苦厄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启蒙的最啊，八龙拱一条龙王，龙王的蓝天三十三天王天宫一手主宰的龙王啦、啊，啊，龙王呢，啊，就是在主宰的太阳系九大行星的众生的安危，所以黑人叫做天宫。那么，那这八条龙啊，一条龙呢，就是王禅老祖。居北方北龙神龙帝啊济公啊还有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啊八大菩萨啊中间呢啊龙王就是天宫啊一起来转这世界和平法轮啊，是由台湾祖师来主导啊，在三十七年前的七月二十四日开启蓝天圆满了啊，那一天主持
提供呢召集九大菩萨在金阙玉皇宫来这头前这八大神和九大菩萨就在前面就从中间在围着八卦形里面有上方升空就是一条很大的黑龙欧龙啊龙王，然后就有八条龙都出来跟着出来，然后就到八大菩萨的身上上面那条龙龙王呢就送到台湾祖师台湾祖师殿让我们33年后看了那阿修，结果天运呢和合呢那条龙珠台湾祖师就把这个龙珠就是那一颗龙珠呢就送回来仙佛寺不来易经大学王禅老祖所做的下面那一颗龙珠啦就送回来给王禅老祖姐姐家我才盖业了王禅老祖大先生啦所以一颗在里面一颗在这里是吧一颗就在这里这个是象征的这整个的过程所以老祖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护持维新圣教才会5000年来一个新经新宗教在台湾树立起来要叫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所以这37年来老祖开示了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没有个人的意见认真诵经为世界来祈求和平为台湾来祈求平安所以走一路走来今天整个都会在这里示现了啦在九龙柱示现现在呢我们就准备要把这龙王龙头龙王呢要让它升空嘛升空掉到最上面去八条龙已经都好了71年要开蓝天门蓝天门被这个地球这个龙珠塞住了塞住了蓝天门所以王禅老祖运用他的威德神通力打开蓝天门的门就把这个珠呢九大菩萨送我 上天空回到台湾祖师殿的时候所以借东海龙王的东海的水由清水祖师也显神通力把这些罪呢都结起九大菩萨大家一起神通力把水那一个珠一直送往空中一直去所以这个上面就珠的下面是一个水是冲上把这个珠呢这样才送的上去所以东海龙王跟老祖很有默契台湾祖师神通力也威德诸佛菩萨
通力合作啊，后来玉皇大帝啊，他的龙王是属于他的龙王，按照九大菩萨嘞一同来共同完成开启蓝天和守护地球的平安世界和平啊，这一个天命啊，那一个龙诶猪啊，下面的那个水分的水，黑的是当时九大菩萨一起将那个猪嘞送上去了，整个的黑的钱就喜欢的呀。最也当是水，大家一起牵牵牵牵牵牵给你啊。啊，黑的时阵呢，这上学时开始就跌当。是地震，吼、哦，风水雷震交加。记得我小大大那那细小，细啊我，啊小细啊，啊那那，啊看了嘛足趣味的，安尼去哩，好像看了拍电影，哈哈哈哈哈，这种的，有那个戏剧性。